Shalom, Yumen X, Yumen Shalom, Shalom。这里是南加州的一个礼拜天的农贸市场。这个农贸市场呢，是每个周日有。在这里呢，有卖唱的，有卖新鲜水果和蔬菜的。这里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呢，一般比店里的要贵一些，但是可能会比店里的要新鲜一点。这家卖草莓、蓝莓还有黑莓，10美元三小盒，任意搭配。以前卖吃的，这些吃的呢比在餐馆里头要便宜，但是在这个疫情过后呢，所有的东西都涨价了，吃的也比餐馆里头便宜不了多少。It's time to go home.